吃素贪嗔痴，不吃素是最大的贪嗔痴。学佛说要修习戒定慧，就算你说你如何慈悲，结果你每天大口大口的吃牛羊猪鸡鸭鱼肉，你说你是在修戒定慧八正道，这是笑话。佛法不是只有第一义谛，还有因果，不懂因果，只会离第一义谛越来越远，无缘无故被杀被吃，必会对杀我吃我的人生起嗔恨心。这个嗔恨心将会使双方恶缘越结越重。依照因果，您吃他半斤，将来至少还他八两。即曰：孙儿娶祖母，子鸡孵皮骨，猪羊座上座，六亲锅内煮。今生所吃的牛羊猪鸡鸭鱼肉等，都是你近几世的父母兄弟姊妹来转世的。生生世世都说我爱我的父母，结果他们转世当畜生，你吃他们一点也没有罪恶感。学佛学到哪里去了？